呢非常的紧张，因为呢我要跟非常强的海绵宝宝阿北来拼一下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，希望大家呢可以保佑我。之前可是海绵宝宝很烂哎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欺负。你跟一样烂吗？我不会欺负弱者。这样好，好。那我知道我会赢。那我们就看你的精彩的表现了。好。接下来我们采访的是海绵宝宝，那个巴卡，来，镜头跟着我。宝宝，哎，北，阿别。那我是笨蛋啊，所以玩这个单位输啊。天哪，原来你已经要弃权了吗？脑残啊！除了脑残，还有手残呢。你看，海绵宝宝这一队呢，他已经生气了。可以啊。他生气了，已经把那个比赛的工具用力往桌上一摔。汉堡，我只会煎汉堡。他只会吃汉堡王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没错，好，好，看你怎么输喽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比赛开始。阿北惊慌失措的样子。败者争夺战是非常害怕的。我们的卫冕者，你觉得他们两个？没有，还有一场战斗哦。你说我跟你吗？第一要你去争。哎呦，我都第一名了，你哎呦。来来就知道了。好啊好啊，来啊。这样两个一比零相处太久了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分数，来，现在是1-0。我们已经打了3天3夜，还是1-0。技术性。我要说是为什么阿北要喜欢自杀。阿北，这两分都三比四的。怎么爱自杀？对啊，你看他那两分都是直接自己讲死的，而且是宝打进去。来，我们的感谢我们的 Roger 卫冕王，为我们精辟的解说。你是播报员啊？我是摄影师，我是摄影师充当播报员。好啊，现在看看两个相持不下，这两分打很久了，还是一样，不知道谁会进去呢？看两个，谁都打在旁边，前面打成谁有没有？边边角角的球，他们一直打边边球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这样看到有没有分。这样比较阴险吗？他们想相持吗？好，压力都过一半，还没有进去。这一场僵持赛，